一环而终。十，为五十在中焉。洛书亦然。不过其用有异，由方圆不同也。由北之一，东之三，则以皆西之七，南之九，皆阳数也。其阴数则西北六，东北八，西南二，东南四，亦由东南之四，西南之二，皆东北之八，西北之六，相环以中始，正如河图，而五在中焉。其不同者，图属先天，书属后天，一体一用，一位一时，故洛书之数以相交而行，而河图则相贯也。洛书之位以东南与西北一数，而河图则顺应依序也。宗主。